真心真意过一生伴奏我。真心真意过一生伴奏。叶倩文啊。这样比较稳呢。假设我放大的，你人家不稳。等一下，还没有上。来，先告诉我们，您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燕子。燕子从哪里来的？新加坡来的。你住哪一带的？哪里？我住在金山。金山，新加坡的金山哪个？对。金山你住？金山靠近哪里？光明山。啊，也可以啦。OK， 你跟谁来？我自己一个人来。自己一个人来。OK， 你今天要唱什么歌？就是这首。真心真意过一生。OK， 我觉得它很有意思。OK。还会跳的。五个。
五六个了，还好了，不错了，很好很好。可以，非常爽。上海滩。上海滩 ，OK 的啊，六条去的。去了，对了，我们还要调整，还要做更好。可能这个音响觉得不好，我们再买过。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 sponsor， 像他这样的人 ，sponsor， 他今天给我摆六人，买那一套要600多块了，不差等不了。再储蓄，储够了600多再去买一套，买大的。上海滩呢？对，上海滩伴奏。叶丽仪啊，上海滩伴奏。对，叶丽仪，对。哦，你是外地人。OK 啦，还好。有没有掌声？有没有一两个？哇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哇，不错嘞，五个。这几个是谁？